这是新的品种吼，迄种芭乐，好像啊，青芽吼，青芽是啥物色的？白色的吼，啊有顶无？啊，这就开始像青芽啊顶啊，对哈。但是咱芭乐毋是芭乐的遮一领哦，伊规丛拢会当用吼。咱即摆有食虫的人吼，啊，相当好，以为吼。啊，啥物情形有效呢？ 腹肚咧疼，啊另外腹肚咧疼，伊就胀气吼，伊会把咱打气消气，嘿，哦，薄薄的涉涉，啊慢慢啊吞吞口下就好呀，哦，诶，薄薄呀，这张嘛是对，哦，加冬蒜头鸡，相当好食，对身体佫相当好，加冬吼，伊的有一个俗名叫做重阳木，哈。 哦，这摆个改加做大类，耳环好看，底下金金看哦，做不好看。啊，那伊这样进拿起来看，一看一瓢，哎，所以说叫做秋凉。来，咱的秋凉伊的叶哦，做几条树哦，叫伊有底。哦，那太好看了，不错哦。来，两边都是绿色的。我今麦在烦恼树啊，你在意啊，在意啊。有啦，你自己唱就好啊，好不好？有三四个。 观众呢？好，来，来，小心点哦，小心点哦，小心点哦，哎，对对，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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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会个叫做萧伯辉呢。哎、欸，早起讲一个钟头，有一个阿伯吼来吃，啊，相当体会的一个野菜啊。伊个叶啊下底吼有竹啊，啊，叶下有竹啊吼，叫做啥呢？叫做叶下竹，叶下竹啦，叶下竹吼，伊是过咱的细胞啊，啊，来。这种就是家己野种，家己覆盖。这种盆长的吼，啊，伊阿咧，但是开花哦，伊盆咧，哎，但是迄口味无同。哎，用油加温啊，会，哎，用油啊，没有加温的吼，伊开较袂 Q 袂香吼，哎，啊来，这杯杯，营养瓜其实对身体
上功夫的物件。哦，咱的汉方内底记载吼，写所有水。你啥物船啊？哎，介绍要说呀。开始啊，开始，你拢好几礼拜啊。这个包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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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他的种族哦。问的人都有吃过哈、哦，那接下来呢？问的几个简单问题，应该大家都可以很简单的答出来哈、哦。首先呢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的安菇龟通常都是什么形状？乌龟。乌龟很好。除了乌龟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圆形的寿字，或者是。啊，另外物件。哦，白粉哦，不是白粉，是糯米粉。馆长有一个红色的，迄什么物件？咱一般拢讲叫做红花米，哦，红花米，这叫做食用色素六号。哦，最简单的就是材料安尼准备，馅料的话是准备什么？哦，我加水，啊，你暖啊！哦，这边要开始啊，那边会使开始啊。开始，这边香米啦，我来加水，我帮你加水，啊，下面弄啊。来早起吼，早起咱人公过啊，拢是起来拜神。你也弄美料。好香哦，花生油的味道。咱有卤煲、有煎煲，这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团体啊！啊，搁再咱另外，咱普通的人会当轻巧，会当养成轻巧的习惯哦。合作社就是亲像我，比较不存较少的人。唔通浪费遐个，一丝仔一丝仔养成勤俭的习惯，这是合作社一个真特色的所在。啊，唔通讲这个资料放伫咧用心又要看一下，我即摆只是简单一个介绍讲，这个合作社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公益团体。因为咱到即摆42年的时间。提得提钱去给人咧，啊！咱合作社免钱20万，免钱，免开一块去搞手术，都拢无。但是你爱勤俭，另外合作社欠钱就是要用钱，用钱来互借的，啊，借的嘛有保险。万一咱啊借钱从伊来这间国际合作社，伊高雄市有33间的合作社。但这是其中的一些，哦，那西部拢在岛里面就对了。全世界干呐，这个资料，互咱看会清楚，赚偌济，用偌济。